硬币哥，你是来卖什么卖皮肤？妈呀！现在我的皮肤都不能买了，大哥，你下个月可能要买那个别人的皮肤了。我们的皮肤是去年买的，今年都买不了，大哥，怎么买？在说啥呢？小花生，小花生不敢抓我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把小花生第一次都不会来中路，真的，你们信不信？他每次排到我就不敢抓我，真的，他不敢抓我。哎，我这把真的认真打，你们别搞我心态，你们不要搞我心态，这把要认真打了，这把要好好打了，这把要 carry 了。我先跟你们说一下，这把真的要 carry 了。我们这阵容，上路是圣，中端是史托人，打野是人马，四爆一吗？我们这阵容是四爆一吗？我们上路圣是绝火哥，怎么有人玩圣？也太混了吧，这个人，不是。为什么有人玩圣？有圣绝火哥啊，这没必要吧？圣这种英雄感觉，哎，我的彗星，哎，少24点输出，兄弟们。卫星品 A， 不是齐亚娜怎么打史托人？你先告诉我，我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大哥。齐亚娜怎么打史托人？兄弟们，我是史托人绝活哥，我有皮肤的，我有冠军皮肤啊！你有齐亚娜的冠军皮肤吗，兄弟？你们中单是谁啊？是玩齐亚娜的吗？也是绝活哥吗？我这帮这个人是绝活哥，因为他办的是两刀。哎呦，我猜这个中单也是绝活哥，玩齐亚娜的。像韩服很多人是、很多人都是那个玩齐亚娜的，大部分都是绝活哥。有两个，一个是那个一千份吧，好像1000份的，还有一个是大师400多份的。这个人是大师400分的那个吧？哎，我的 Q 呢？兄弟们，好补，好细。我 A 前面的那个金江兵，细不细，兄弟们？啊！这时候看你的塔下补兵，大哥，好吧。莉莉亚进来了吗？哦。那河蟹打不了了，河蟹打不了了，我们上路被推。慢慢来吧，我这把真的要那个好好打，这把输了那就3连败。你在装什么？莉莉亚在中吗？如果千娜不回家的话，他想抓我，他回家就不想抓，回家了，他想吃我们野怪。快点推线，他在我们散了，这能抓吗？他没疾跑、啊、一定要被动叠满了，抓不死，别抓了吧，大哥，别抓了，哥，妈呀！我前面都要回家了，就是因为这个人回不了家，慢了几秒，慢了3秒吧。我操，好细！走位，等我六级，我应该可以单下他。不要吃我的经验，不要吃！我说不要吃没用，他已经吃了好几个。你没鞋子装什么？
没鞋子装什么呀？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！真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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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要来，要来 ！Please, please, please！ 求求你们了，大哥！越越越越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这个真的要越。谢谢老板送了一百个飞机，谢谢。谢谢越来越沉默送了，老板送了一百个飞机。哎，我这抢先白给啊！我操，急了！第一，我要等人嘛；第二，我没必要招闪，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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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急了，刚才。还行，我说了，石头人是吊打齐亚娜的。哦，快跑，快跑！升六级，加油，加油，兄弟们！这把真的能赢的。我上把是哎，但说实话，真的第一把跟第二把，妈呀，第一把是上路，第二把是 ADC， 都是补位，怎么玩？哦，怎么玩？我们打野四级打六级，我建议不要抓，我建议不要抓，真的，这抓很容易出事的，别抓了，别抓了。AP 石头人是什么东西啊？谁玩 AP 石头人？哎，完了，我可能会死。我操，狼头莉莉娅跑得这么快吗？中单没抢他闪。中单没抢。诺二诺 F 没想没想没想，哎呦，这好烦啊，哥们，我操，撞他呀，哥哥，那干嘛、啊？奈斯，哈哈哈，这装什么？莉莉娅，我操，不是莉莉娅啊，莉莉娅是那个小王子，这个齐亚娜装什么？你打不了那个草，那个人马 QQQQQ 你就死了。为什么不下去？不能不能，都一样。左边有，左边有芥末，左边有芥末，左边有芥末。嗯哦，那你这枪在干嘛？我往那边走都会死，我往上走的话，芥末会浪费很多时间。这样的话，中路跟上路兵，那个中路兵是进去的，我慢点死拖时间，中路兵没有人可以吃，要拖时间。往下面走的话，可能早死三秒吧，快点。嗯。哦。这蓝 buff 不给我吗？好像不是很想给我的样子，说实话，算了，就不要了，我不吃。哎，干嘛？Oh yes. 这个人啊，你被我压得很惨，大哥，你玩不了是不是？应该是这边。哦，人马好爽、啊！哎，这版本人马是真的猛，这版本人马也太变态了吧！哎呦，好烦！他什么都没有，他一千，嘿嘿嘿，你太装了！哎，我刚才反应快一点，我用二他躲二的话。不会掉这么多血，好可惜。你妈的！哎呦，吓死了！
这人马在怪丘比吗？别吧，别人是补位的，人家补位对线赢了20刀已经挺不错的了，大哥，换个多硬币的 ADC 已经0-5了，别怪他了，换个多硬币的 AD 已经0-5了，大哥，我操，我们上路要没了，哇，真的假的？ 哎呀，肾没用！哎，肾是个垃圾英雄，这个肾真的是个垃圾英雄，一点用都没有。这个英雄有屁用啊！对面中路 miss 了，啊，有二吗？有二吗？我来了，我来了。 算了，不行不行，我他怎么走这里？哎呀，差10秒，满血不能给，满血不能给。别，可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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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嘿嘿嘿，哦，莉莉啊，莉莉啊，莉莉啊，我操！完了，他说不赚，是不赚啊，是你想杀呀，大哥，我又不想杀，是你自己想杀，你，哦，你又不想杀他呢，兄弟。没事，签了300块钱赚了，我们就这么想吧，签了值钱了，好吧，300。 我搭着 CD， 这把能赢的。狼头莉莉娅是什么？现在新的套路吗？莉莉娅都是带狼头的吗？ 装什么呀？真的是，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个人在干嘛。你在装什么？他血量1100，我一个 Q 200，滚！气死了，气死了！这莉莉娅啊，不是莉莉娅，这天啦，气死了！哎。 气死了，气死了！哎，哎，滚滚滚滚滚！他不知道我有没有大的，哎，你啊啊啊！哎，完了，他会被打断。你在那里，哎，我操，他不打断，他就跟着踢啊！不打断跟着踢是什么东西，兄弟们？他一起踢吗？完了完了完了 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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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右边有那个莉莉娅，不是莉莉娅，齐安娜。还好没事。我怎么回不了家呀？为什么回不了家？刚才是有人按了我，谁按了我的键盘？快点给我道歉！妈呀！我刚刚那个回头干弹幕都是有人按了我的键盘，兄弟们，打断了这我的回场啊！谁啊？ 我今天心情不好，你不要这样子啊！什么意思你？我刚明明按了回家，兄弟们，我按了 B。哦，这怎么杀呀？小炮太变态了！哎，你这小炮太装了，哥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。 没行，嘿嘿嘿，还行吧，这不，还行还行。我们肾也是出那个的吗？那个病犬的吗？可以，我觉得病犬这个装备确实还可以，那个解锁。谢谢 Kelly 送了100个皇冠，谢谢 Kelly 送了100个皇冠，谢谢。
这盘应该能赢吧，是吧？对面中单一杠五，对面 AD 二杠四。哎，戳比的 ADC 为什么这么猛？我酸了，好羡慕他，兄弟们。不是，为什么别人玩 ADC 都这么猛啊？妈呀，我刚那把 ADC 二杠十一，上上把小炮一杠十一，上单小炮。别人为什么玩 ADC 都能压别人？他对面 ADC 是玩 ADC 的呀，大哥。我急了，气死了，这什么游戏？我刚怪设计师说为什么是补位，应该只有我一个人这么说吧，别的职业选手臭逼这种人排到这种什么三个中单什么的，我说哎无所谓啊，我就 AD 吧，我就打野吧，我就上路吧，多阴地。妈呀，这个游戏怎么赢啊？设计师在干嘛？为什么这三个中路啊？米迪给，谢谢卑微小姐送了200个飞机，谢谢谢谢卑微小姐送了200个飞机。今天有双倍亲密的兄弟们，应该只有我这么说吧。完了完了完了，人的问题。 AD 打到多久？9秒。戳饼，你想吃我的抛车想太多了，好像不想吃的样子。哦，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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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我可能要干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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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们！妈呀！我刚闪现 CD 2秒，我操，好烦！有闪就好 ，sorry。我刚有闪现就好，有闪现应该能跑。妈呀，闪现2秒！哎，不是，怎么就带了一个人？我想打两个那个 AD 跟辅助，然后这卡车直接飞过来，直接收人头。但是呢 ，sorry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，因为对面上单没闪现嘛，然后臭屁这个时候应该有机会双杀吧。 double kill 可以吗？ triple kill 可不可以？ nice 飞飞飞飞飞飞飞上个 98k 98k 看看臭屁的 98k 准可惜 nice。 哦，石头人，石头人，这太装了，这个石头人，这人怎么还不走啊，我操。啊、石头人是我，剑魔，剑魔，这剑魔怎么那么抓？你不会真觉得一个人可以打三个吧？我操！别装逼了，连助攻都没有，还没助攻，我有听。这人怎么那么装 ？ADC 是翔哥吗？不是不是 ，ADC 是那个丘比。我要不踢上去吧，兄弟们，我没必要这么怕呀。我现在这个装备谁打得死我呢？200护甲的石头人，血量2000，200护甲，这不用怕吧？对面两个人来我就杀两个，对面三个人来我就杀三个，对面四个人来我就杀四个，对面五个人来就是怪队友啊！啊！太装了呀！为什么圣不给我大呀？早点给我大呀！我发新浪发了10000多次了，我键盘都要坏了。谢谢冠军中单都英帝经过过送了100个飞机。今天有双倍亲密的兄弟们，他说这个圣说这个大招有点浪费，那你大招到底什么时候用啊？大哥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英雄联盟这个游戏啊，闪现是如果没点天赋什么或什么没有出 CD 鞋？什么都没有，那这闪现是5分钟，你这大招才2分钟，大哥，你这个你说闪那个大招有点浪费，那你什么时候用大招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前面大招用过吗？用过没有？你没用过啊，大哥，你这时候用大招就是怎么样啊？就不行吗？就真的啊 ，nice， 被血了，被血了，被血了，二连，牛头二连，牛头二连，然后飞过去，哎呦。无敌 ！No， 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等我一下，兄弟，我回家出蓝蹲。我说了，选石头人输不了。哎，完了，今天可能要上900分怎么办？哎呦，我操！啊，我现在快1000分了，兄弟们，怎么？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呦，我又要上1000分了。今年
1月份的时候，大家都说，哇，多赢币是不是上不了1000分？现在不能双排，哎呀，多赢币没了，哇，要1000分了，兄弟们，怎么办？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Q 加速，谢谢四波上口送了100个飞机，谢谢。我真的是，我跟你们说，没有人打得死我，我这样玩就没有人打得死我。没事没事，不用怕，哎，真不用怕，兄弟们。救救救救救救！干干干干！Nice！Nice！啊，这波技能接的不是很好，我觉得最好是刚才等，没事没事，慢慢来吧，不急。他技能接的不是很好，因为没必要。他说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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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他说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知道，我大概知道他在说什么。他想表达就是应该是不要再 sorry 了啊，这是最后一次啊，什么什么啊？OK OK OK，谢谢谢谢谢谢，不是谢谢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谢谢干嘛呢？Nice！我操，这么完美勾引，建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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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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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自己动，下来自己动。下来自己动，下来自己动，那啥，这个游戏太简单了，呜呼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。我发现我们这个人嘛不是很喜欢刷野的，真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不喜欢刷野。什么？我是笨逼英雄啊？这不是我 carry 的吗？是吧？其实你们能怪我中后期送，但是你不能怪我中前。我跟你说，我不是，我跟你们说，前面对线不就是因为我对线自己单杀的，我自己打得好，不是吗？对吧？我抽一个1000语雀，兄弟们送一张半卡就可以参加半卡抽奖，3分钟的抽奖。有鱼池的老板们多多参与一下，要完成超级粉丝团的任务，谢谢兄弟们，谢谢老板们，谢谢谢谢。抽一个1000语雀啊，送一张半卡就可以参加半卡抽奖，有鱼池的老板们多多参与一下，谢谢谢谢。我等一下就给那个臭笔吧，我不吃了，我没有资格。我不送，我不送。你在干？丘比，哇，丘比，觉得丘比厉害的兄弟们，我抽一个1000语雀，送一张半卡就可以让半卡抽奖。觉得丘比厉害的兄弟们可以参与抽奖，兄弟们谢谢。哇，丘比，
戳鼻 O B 直播，戳鼻的第一视角，戳鼻的第一视角 ，nice， 戳鼻。哎，我不能搭那个齐安娜呀，啊，不能搭 莉莉啊，我要搭那个 A D C 或者辅助。他有个秒表，他有中印啊。哇，戳鼻啊 ！nice nice nice， 打得真好。哇，前面就是我大禁区骗了对面好多个技能。莉莉亚的睡，那个，然后那个什么，萨拉芬尼的二，全都被我骗了。什么齐安娜二、莉莉亚二、辅助二 ，nice nice nice， 玩坦克最好就是这样玩，就是骗对面的技能，进去就吃技能，完美完美完美。哦，风龙魂跑得贼快，我们。就三十秒，感谢老板们的棒卡，谢谢谢谢。Nice nice nice。200自然之力，等我一下，两啊，我不会死的，妈呀，我再送我就是 GDX， 我怎么可能一直送这么，不是、啊，我前面送了这么多，不会，哎，不会送的，不会送的，放心放心，真的你们放心啊，不会送不会送。奶茶，兄弟们，这没死啊，真的假的？这怎么跑了？Nice， Team Gap， Team Gap， 恭喜你中奖， Team Gap， Team Gap， 哦，臭皮臭皮，等他死，等他死，等他死，哎，可惜，怎么搞臭皮？臭皮，臭皮转 AD 吗？哦，要不要？臭皮哥，要不要转 AD？ 好猛啊！